终于到目的地了，臭豆腐钓虾场啦，安安。大家好，我是偷刀，我现在来到新竹香山的长兴钓虾场了。然后今天的气温只有12度而已，我觉得好冷哦。只是没有想到说今天是12月30号，平日的下午，里面的人就已经坐满一半了。这家钓虾场它特别的地方是说，它吃饭的人会比钓虾的人还要多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我们一起进去点餐吧。我现在已经就座了，然后我看了一下菜单啊，他这边有提供一些热炒类料理，还有说虾料理，甚至有一个专区就是臭臭锅料理。给我们推荐一下他的糖醋无锅鱼，我上次来是会觉得还蛮好吃的。那我们去点餐吧。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待会下点就收到了。嗯，好的，谢谢你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的餐点已经到了吼。我刚刚点了一。哇！哇！好香哦！我是觉得说，他今天这个汤头跟我当初的回忆不太像了，他应该是有变得比较甜一点呢。这是我喜欢的口味。来给你们看一下，现在新竹这边温度只剩11度而已。这个天气吃这个火锅，我觉得是个绝配啊。哇，炸的香酥的无锅鱼搭配上它非常酸口的酱汁，它这个糖醋酱够酸，吃下去之后我的口水一直涌现出来啊，给你们看一下。然后满满的青葱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。它的口感是十分软嫩的，就像市面上嫩豆腐一样啊。可是它豆腐神奇的地方是说，它有这种口感，可是却带有它的臭味在。我那是去，我看见我是去。
哦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它肥肠里面满满的油脂，吃起来非常的滑嫩呢。接下来我们吃沾满辣油的金针菇。金针菇清脆的口感搭配上它汤头清甜的香气，那时候就只是要点了，我觉得可以耶。这种会吸汤的料真的是无敌啊，我非常喜欢吃豆制品的东西啊。还有别忘了吃臭豆腐难免会夹带几块的鸭血吧。给你们看一下它的鸭血切面，看起来都是没有什么气泡，然后它的卤汤也是卤得十分入味啊，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，你会吃到它外皮辣油的香气，然后咬下去随之中药卤香味会从你嘴巴里喷发开来啊。好香哦。它汤头里面有煮的虾米、小鱼干，还有生香菇去提味啊。整条鱼这样拿起来啃，好爽啊！肥美的鱼肚，没有想到无锅鱼啊，它连头里面都是肉哎。哦，各位，我们终于把这盘无锅鱼吃完了。没有想到自己把一只鱼吃完，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的。这只鱼这辈子它活得很值得了。那接下来我们来专心消灭这一锅臭豆腐吧。他上次来武大的时候，他就手机，他就录完删掉了。各位啊，我是觉得说今天吃的这个分量啊，最好用两到三个人一起来吃啊。
它这火锅的量其实是算还蛮多的呢。两三个人一起点白饭一个火锅，这餐就真的绰绰有余了。他这家已经可以被评比为被钓虾场耽误的臭豆腐店了。你们看一下，各位啊，吃完了。哎、欸，哦，好，谢谢啦。好吃啊！哇、哦，好满足哦。哎呀，好了，那各位啊，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我们下个影片见哦，拜拜。